是这个有大小差别 吗？我想把它剪掉。你把这里剪那个破碎感。借我一下，真的什么？拿回来，我要找那个位置。没有，我现在有个想法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是一整组嘛，不然我们可以玩一个，就是有一种大风吹的概念。什么大风吹？就是假如说他现在剪一刀还是怎么样，但这一件就是你的哦、喔。做完之后换下一个，就变给他穿，就没有，就变他来做你的。哦，就是往左边换一个，往左边换。哦，那大家整个会有，哎、会有陷害的问题吗？对，有说不定。想开什么？不可以再这样拎起来了。我会想玩这个东西啊。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其实，我想玩。你等下应该不会变民间的吧？不好说，他说不定就剪成像你这样，咚咚咚。应该可以。小心。哇，搞破坏。哎、很棒哎。是不是有点那个感觉？我喜欢这个哎。欸、我觉得这样好看，这样好好看，这蛮好看，对不对？那我有想法了。啊，我们去拿钓竿啊！你说这边啊，可以等。其实从他们画的东西，我可以感受出他们的性格。泽东一样很可爱嘛，就是他脑袋里面也会一直想着，哦，我这件衣服真的要留下来做纪念，所以他画了格子让大家签名。然后 Lexa 就是很旧，然后没有什么包袱的那种，所以就看到他在那撒盐，对啊。万他就是画蝴蝶嘛，跟画小画。我觉得也像他的创作，就是比较个人内敛一点。你可以把衣服挂上去。确定这个饭店会让我们这样挂？对呀、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不要挂这种东西，生气。五十三号，记得收看哦。